下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们的年历，我们年历，我们这个绕境活动啊，我们最后重头戏由我们啊夫人的神轿以及我们啊白春晚神轿即将要进场。首先我们要进场的是啊我们的林氏夫人，也就是我们宝仪尊王的夫人啊，就是我们阿妈啊，是让各位我们在于啊我们景美奇庙我们宝仪尊王以及夫人我们有个传统，出门的话都是我们夫人会走前面，然后宝仪尊王会走后面啊，所以我们也代表啊我们的尊王都非常的疼老婆啊，所以我们非常的尊重我们夫人，所以也就所以也是我们男生的一个典范啊，所以各位然后我们景美奇庙来拜拜也是代表的啊各位我们都非常的疼老婆啊，那我们啊林氏夫人啊当时啊当时也就是啊，为了啊，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啊军队能够有粮食可以吃，后来他啊捐躯了啊，用他的肉身啊来给我们的这些兵将吃啊，做最后的一些啊战役，能够继续在奋战到最后。后来我们林氏夫人也被称为我们的恭维神后啊。接下来我们要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林氏夫人，也就是我们阿嬷。我们的主神啊，就是我们的宝仪尊王啊，宝仪尊王啊，当时也就是说跟我们宝仪大夫啊死守隋炀城，然后战到最后啊越国的捐躯啊被封为神啊，一直啊在我们啊文山地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啊，那他们有这个农业神之称啊，在以往我们啊。如果在啊春耕的时候，我们都会啊请我们宝仪尊王啊出去啊巡视啊我们的这个田野啊，他能够让我们虫害把它杀死，让我们农民更能够丰收啊。所以我们到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在啊秋收冬藏的时节啊，所以说很特别出去来绕境，也让我们所有的啊这些啊乡亲。我们的居民能够来感谢我们宝仪尊王啊，所以说啊，这是我们在年历我们的这个啊绕境活动啊，我们特别我们宝仪尊王来出席，我们跟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宝仪尊王圣驾。在这边啊，我们也代表啊我们景美奇庙我们高一秀董事长以所有的董监事还有我们所有的啊信众大德啊，在这边我们感谢我们宝仪尊王以及我们的啊宝仪
还是啊夫人，我们林氏夫人、阿公、阿妈，以及我们啊精美精妙啊所有的众神，也感谢啊众神我的庇佑啊，然后庇佑我们啊文官地区能够地脉昌隆啊，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心啊，也健康心想事成啊，非常的感谢我们啊法语尊王。以及啊，我们精美精妙啊，所有的圣贤啊，一直在地方来庇佑我们所有啊的地方民众啊，非常的感谢啊，再次感谢我们保卫中王以及所有啊我们的众神灵的庇佑啊，在这边啊，我们所有的啊好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向我们保卫中王，我们来许愿，来跟他祈求啊，能够把我们所有的啊庙方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所有的至尊朋友。Thank you.